是的，安怎袂用个食薰？哎，无啦，我有。啊，袂用个食薰，就搁开解出，出唔出？我咧袂跑啊！杂货店风波来喽！诸葛亮饰演老板，侯义君饰演老板娘，小偷饰演小女孩，林志贤饰演香肠婆，黄建群饰演老大。因为我脚床后面落去，你若无甲我看一下。你安尼要用钱，阮某我伫歌舞团带出来。啊，伊即马无咧做即开啊，咱转来咧开干妈店就好啊。阿麦干妈错咧，看一下啊。我是讲这个婴儿无代志啊，对不？我代志大，大条，你看，你看。安娜啦，报告新闻，代志大条的啦。这个什么大条？安娜，你看。安娜，头皮跑啊，规间店、规间厝拢爆炸！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作假啦嘞！你，哎呦，你个细声嘞！你无看天啊？你侪人，你讲你大声，你是唔惊红灾？我难道你袂跑啊？哦，好羞你啊！人伊个是头皮，啊，咱是暗中的皮，无共。暗中个头皮意思同款啦，我来记一个戆翁哈！啊，你讲你大声，万一警察来抓，是要安怎？哎、欸，我买这嘛高不二三种的是因为好谈，我唔只会买。哎、哦，那要量，准去量，贵量了去哦。敢那村咱这所在有哈多买，买会到。啊，你唔要轻小幸运，今你唔通袂记了。我当初叫你时阵，你就爱搬，搬了欠你济，输了你济钱，所以我唔只会袂跑啊。你唔知我牺牲足大。这今麦这做戏，无看到我的作品。无，我还讲予大家知啊，对不？知我是高不二三种，佮袂跑啊，对不？我你要冲啊！好啦，我你暂时讲好啦。对啦，我过店啦，你莫叉叉叉迄落。好啦。叉叉迄落片啦。你甲我讲好哦。对啦。好。叔叔，我想要买蜡烛。买蜡烛哦。嗯。买蜡烛干嘛？啊，因为哈，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啦，奶奶哦，一手把我带到大。啊，他生日啊，我舅啊买的蛋糕啊，要帮他过生日啊。哦，赞，这样还赞，哦，很感动。嗯，谢谢叔叔。蜡烛啊，嘿，蜡烛，蜡烛，嘿，好，谢谢叔叔。啊，叔叔啊，这个要多少钱啊？就不要钱。真的？听说阿妈给你带大，你那么孝顺，要给阿妈做生日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钱，谢谢叔叔。叔叔啊，你也在帮我看一下，这蜡烛弄不会啊？你不要点，没有，里面没有瓦斯了嘛？哦，这个怎样点？这个没有办法点，好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火机。你看下面人有要结婚，这位有大会无？阿姨，这个行，这过一了结婚了。啊，这你袂泡啊，点火安尼就危险的啊，规拢烧烧去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点，我家己点。不要点。为什么不能点？不能点就不能点啊！因为我们有偷卖那个。你直接讲到连白酒都袂晓，你这么大声，你是叫红灾是吗？不要讲哦！不要讲，我们在偷买炮，不要讲。啊！你讲没点就没点嘛！你物件太重的，太重！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叫他陪你。我说我
是打电话。你打电话要啥？靠警察。免卡免卡。伊免卡，靠警察要创啊？我要靠警察讲，甲警察讲，你甲我家人哥用派去啊啦。我就是。好个，代表紧，是用钱尔，唔是讲咱咧卖炮啊。你讲几啊摆，卖红茶，咱咧卖炮。哎，你莫卡，你莫卡。哎，好啦，我陪你，安尼用你无？陪你，安尼卖卡。好，安尼好啊，好。那给恁哥退呀。叔叔，这个足细呢，我搭带伊个敢那较大。这个我无介意啦，啊，不过恁某足歹的呢，我唔知要安怎。这病大哎，你甲我讲，你遐有较细，你有较硬拗哦。你看，这甲这，你看这个甲大只叔叔啊，只叔叔啊尔。也大只叔叔啦。因为我无介，安尼我继续敲电话，我要敲电话。我来开始好啦！哎，面前诶，哎，要食面前啦，一条三十，等下啊，等下哦哈。恁爸伫公园诶，只二十尔，你三十。我对公园行到遮，遮嘛爱路费呢，加十块银啊。你伫遐行来，爱路费。嘿，啊二十嘛。啊，你若发生车祸，我来出钱无？那方便的话哦，你个健保卡的钱先帮我付钱。有无健保卡？你卖现钱，恁卖给你付健保卡。好啦。这我的店呢？哎，大拢艰苦人安尼，哎呦，这一个也无甲恁搭咧店面啊，无甲恁炸掉啦。这给我摆一个，好唔好？摆一个啊。卖现钱哦。系啊。什么货？这哦。这你上班的，这豆啊，十八豆啊，你咧阿花啊，好唔好？好。来。六折，你若赢，请你食烟枪。我赢，给我摆你吃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啊，那我搁赢，你爱带走。你搁赢，我走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你来，我来。好来，我先啦。你先好啦。嘿，谁啦？哈，失败啦！七点。七点啦！七点！你目睭是咧天咧吼！我卖烟肠卖十几年啊，你咧讲啊咧！哇，你讲我七点啊，你啊！阿妹，九点！哈哈！哎呦，半招！好啦！半招！赢两条啦！哦，算我衰啦！哦，算两条好啊！哎，两条你赢啦！两条凹咧！哎，我爱我要走咧！哎，你赢嘛？你赢，阿我走嘛？猛走！我一世人在播，唔捌赢，头一捌赢。你未使发扬一道，你就走啊！啊，话未使，你讲你赢，我今仔日开市，啊，搁输两条烟肠哦，你。无，我衰啊，去互狗咬着，啊，搁去互。你当作恁未狗呢？不啊，你低啦吼。啊，来，搁播一摆。这真正搁要播？对，播一摆，这两条。赢我摆下哦。赢后你摆。好。失败啦！四点。无定咧编织咧笑假咧，你应该看你的面，恁爸就知影啦。无可能啦。失败，吼！哎，这不是中奖的，你看嘛。啊，你敢袂用播啊？在你拍鼓咧，拍啥物？哎，真正失败，你看。哎，哦，
哇！哎，无啦，无，我跟你讲，你有够衰。我跟你讲，你爸一世人唔忘得就是笨。头家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豆啊一定有灌盐。嘿，哎，你是灌盐哦。豆啊是你的呢？对哦，啊是我的嘞。他妈衰啊，真正衰到跳十八啦啦！哎呀，好啦，头家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他多两条嘛。啊，这盐个书安尼，拢总八条给你。嘛有你咧，八条啦，规矩规档拢甲你杀杀起来，拨嘞，真正，真正，哎妈呀，输八条，我讲真正要甲拨落去，妈啦，拜托，我唔捌赢过第三摆，啊，我慢慢输过遮惨的，好多来啦，好啦，会错会错，啊，失败啦啦，六点，六点哈，啊，歹势哦。哎，真正七点啦！哎，弄不住脚的，你衰个！六点我真正七点啦！哇，这包我真正有关联啦！关联，好，好，安尼好，行嘞，行嘞，行嘞，啊，真正衰到要告家的，你拢还没起位，行嘞，行嘞，来，哎呀，我向我一件大事不要乱。赢十外条呢？没有，分你吃两条啦！哦，哎，来，别这样啦，别你这样啦！哎，这温刀呢？温刀呢？你别摆摊去外口摆啦，卖直接摆啦！哎，啊，你讲的哪安尼啦？本地恁翁甲我赶走，我要走啊！哦，啊，结果恁翁讲叫我甲留来，参伊耍这个白银墙，结果伊赢啊！我就等只摆啊！你有话在讲讲哦？有啊，我都唔捌赢，恁就给我赢一刀啊！别用你啦，大会跑啊！你是别记了，迄几个火烧厝呢？就没事，登记啦，登记啦，你没事机会，无啦，机会，我有得卖炮啊，你有在卖炮对不对？我有在卖炮，我摆对不对？我哪有？嗯，我跟你讲，台林啊，台林啊，别人卡电话，别人卡电话，别人卡有警察。哦，安尼卖卡电话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你无电话哦，我有哪有厉害的所在啊？你有偌厉害？台林啊，有人在卖炮啊！哎、欸，这老板你睇嚟都唔少。我你嘅，我跟你讲，你啊，你啊，抓伊是不要紧，这几个败将我嘅呢。哦，你嘅哦，你抓就我呢。啊，不要紧啊，你若去用关里面哦，我还有十几条烟枪嘅，所以我离你面前。你讲啊，我未讲。好啦，无安尼好不好？哎，然后你讲，你讲。总甲你买，啊，你走会用你无？你要总搞要只烟枪？对啊。哎呦，啊，无你歪走啊。安尼好哦，安尼好哦。好哈。再算算嘅我啦，迄个哦。六千哦，六千，哈！你眼前拢输我呢，你还有六千啊？我迄只猪走十三档的呢，六千，十三档卖六千块，你还算俗啊？我跟你讲，六千块，伤贵啦，伤贵啊！一档无三千呢，哎呀，走客人家嘛唔灵呢，啊，贵拢好你啦，有啊，嘿呀，我点一个，气死呢，六千啦啊，嘿啦嘿啦，紧走啦。想要到这烟墙放三四个月啊，够六千块糖啊你啊！哎呦，哎，啊这车有哪先做你啊？哎呦，赞！烟墙已经过期啊，啊，够开六千块，叫你够点，够一个点，够啊乱七八糟，够点啦！我来底底是足无用啊，你安尼出头够济，你嘛给我拜托。拢哪里啦？害我欠了我六千块。我跟你讲，卡等若是有人过来吼，若要点火要生火哦，你都爱去看歹看面，较歹，较冻。爱较歹啊？嘿啦。好。会晓不？我知，我知。知。气死有影。去看你所啊，当时的到底哈。好，我进来来一车。啊！要夹配，哎呦，有影，要夹配，
你即马要创啥？要食薰啊？这袂用俩，我才袂用食薰啊！你，是嘞，是嘞。安怎袂用个食薰？无啦，我有。袂用个食薰，就搁家己解出，出唔出薰你袂跑啊？你，而且我拢袂记你讲出，我这个嘴吼拢冻袂掉，足古怪。是嘞啊，是嘞。你是真足欠吧？我唔管恁咧未使啦，我要食薰就是要食薰啦。别无家事啊，嘿无家事啊。无家事，你看点未到？点未到？你看点未到？我家己有。对啊！对不对？贵啦，你个懂啦？要不要那懂？青菜你要那懂嘛好啦，较歹呢啦。较歹。是叫我卡歹，你搁甲我讲，另外要食未，要食未？个是特别呀！我来，分袂我，袂我。你咧开干妈店就加买一支烟？啊，我只干妈店烟拢袂了啊！袂了啊！嘿，拢袂了啊！啊，你咧烟烟？嘿，来，我讲，我一百块给你买，一百，袂当。这一支烟一百。我开得起啊。一百买袂当啦，这个足贵啊，一千好无？伤济啦，我这，无你买袂当来，一千几包给你啦，哦。好，拄只六千，即马一千拢七千啊呢。不要紧啦，无要安怎？我被亏气的了，害你这气死有影。喂，苏阿公，搁几分钟就会到？好。几分钟啊，像无代志哎，来，站起来啦！啊！分一千个买，等下换水家。拄只手机，即马换大机，你想办法哪得动？慢，迄水家我无要食。啊，袂用个食薰，啊，佫袂用个食雪茄。我甲你买，迄个。一千块你买一千袂重个，这进口的哦，我拜托阮朋友外国摕转来呢。啊，无偌济，三千。哦，你输一支水加三千。我内在遮贵，好意啦，卖只生贵啦。好啊，嘿，我讲吼，三千，系啊，啊，这可以啊，好，这啊，惊死人，这支三千。有够贵的啦！好，安尼会啦，安尼拢无啊！哦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啊！笑的，有咱家一堆炮啊咧，空神的，迄个树的，阿弟啊，哎，风吹。你伫遮坐好？伊最近无看到无作用。你嘛看到无？你竟然！我叫你卖讲，你都讲。你讲个啥声？分出来袂用个？不是袂用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阮囝拄仔咧学食分吹，啊想要甲你用买。咱想问恁囝是几岁啊？要食分吹？几岁无重要，伊即马拄咧学尔，要学迄款气质啊。所以我想讲，要甲你用钱买，安尼唔才会用你无？会用的是会用，咱哥一支较贵呢。不要紧啦，啊，拄仔三千块，无我四千块，甲你买嘛，不要紧啊。无可能嘛？无可能，一支还万八呢。喂，笑。因为伊去玩玩嘛，嘿，对，玩玩，行啊来，嘿，万八哦，嘿，万八，算你开销万八，贵买甲你买哟，对，买你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来，点不？啊，没啦，你够讲，好，万八买，我哪有钱？我哪有钱？你笑，哇，你实在有够大方呢，我这个才钱假呀。一群到万八、万七、万八，拄好啦。哦，就咱迄俩。来，好，多谢你呢。
弟弟啊，你这台学起来哈，咱做兄弟的就是安尼趁钱哈。是，老大没问题。我带你来，吃好料。好好好。啊，那这兄弟吼，伊知影，知影咱这袂跑啊，无得熬大婚，熬大婚吹熬大水家来。拢也是你啦，叫你点够好安尼，看到人啊拢袂晓讲懂，啊叫你歹看面啊，那要来看到你啥个囝？哎，太有这味，什么味？哎对吼，我嘛感觉这味怪怪。啊，就拢也无人点婚太贵。啊！安怎啦？我家叔无乖啊！你看，迄粉也买啊，水饺也买啊，迄粉炊也买啊，干那家厝无买呢，哎就搏只。我讲哦，大家爱怎样？迄炮啊违法嘞，绝对袂使买啊，是嘛呢？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射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明是诸葛会射。